自从我一把记住咱这个仙山地界，阮师傅空空得灵。承认我长大，但是有一天，我问起着我真正的身世，爸母人在哪里？师傅对我讲，三讲四提时，总是让我问出来啊！吼，既然阮阿爹名唤赛文忠。母亲叫做邱慧流，那是我真名正姓叫做赛金流。今天师父放我下山前来，赠送我一口宝剑，可是但这个半中途，略受妖孽阻碍，我着需要爱配天行道。今天出外来到此地，心肝来思想，想要往到清明乡村来去。向人探问，在这个惊城的所在，路桥是要安怎行？时间已经是无早，准备来去就是走。好气啊！一日啊内底无地址。地位先做，我猜这个穿甲哩趴哩趴哩，当作外好囝呢。小弟弟，你阁真顺势吼，啊物件我叫我歹，啊你讲我出门早会先做，啊我皮包要做啥物，敢袂顺要经过你同意呢？哦，你这个死贼仔宝，证据就是伫你的手里，准备好无？我老爸老母去苏州卖鸭卵啊，意思嘛无去啊，对啦。像我单超一个。像你一个，我明日你乌到京城，啊去见大人，啊咧对你吼嘛是有过残忍，我了你一摆。谢谢你，真好，阿公你真好。好，你甲我坐起来。我这摆了你，绝对是无第二摆哦。别，以后爱洗手行善。我继续叫我来做啦。好，人讲见面就是有缘，报一个名。我要先讲，你先讲。你先讲。没有，我先讲。我叫做怪杰飞山龙。啊，你耶？你先讲。怪杰飞山龙。你先讲啊！我都该等了，我都讲两摆，要叫我讲几摆啦？我有报名。啊，我冇讲我的名。我已经报啊，你报了我，我报啊。我再问一摆，你叫什么名？你先讲啊！你的名叫做李成功的。系啊，我就号这个名，号到这样讲毕啦。你若安尼生以后，你的名爱分大讲。该分大讲。我来问你，叫做什么名？姓李叫做成功的。我自我介绍，我讲我姓李叫成功的。对，啊，我叫做怪杰文山龙。哦，两个。安尼有大有细，好。安尼你这个朋友我交定啊。你现在要倒位去？我嘛不知要倒咧。要来去惊啥咧？你要惊啥哦？啊，无我倒你去好无？我今嘛不倒就腰诶。重点你是不倒腰。我不倒腰啊！惊啥？我更重要的代志，那是互你跪吼，更惊边脚半手，无安尼死啦！你不倒腰，我请你食一顿饭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要食迄个东港的土路饭。看你要食啥，我包你甲到。哦，行，来去。来去大间个饭店，饭店哦，以后袂当做贼啦哦，别，你若做贼啦，安尼就袂通。